近日，娱乐圈多位明星情侣先后传出分手、离婚消息，难逃七年之痒。早前，演员郭涛与夫人现身北京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，疑似离婚，令众人唏嘘不已。然而，在离婚消息传出后不久，二人便甜蜜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。当天，郭涛蓝色风衣加上铆钉背包，一身潮装打扮，在其旁边跟着一位一身黑色装扮的女子，看上去十分像其老婆。两人在另外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同游上海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看上去感情依旧甜蜜，令离婚传闻不攻自破。据悉，郭涛现年44岁，2006年结婚生子，妻子李然小其15岁，两人结婚至今刚好7年。李然并非演艺圈内人士，而是从事建筑设计工作，婚后一直待在家中做贤妻良母，两人已经育有一子。虽然知道了郭涛夫妇并未离婚，但是此次离婚闹剧似乎又有炒作嫌疑。近日，由香港导演杜琪峰执导的两部电影陆续登陆大荧幕，而郭涛在其中均有不俗表现，且《盲探》顺利入围戛纳电影节的午夜展映单元，为华语电影再添华丽一笔。有网友质疑，电影上映和入围戛纳时，郭涛夫妇先后现身民政局与上海，未免也过于巧合了。